娇姐，台庆当晚我哋合作做主持，你冇问题啊嘛？梗系冇问题啦！我哋有咩娱乐大家先？犀利啊！我哋有全台艺员唱歌跳舞分身演出，仲会送巨奖俾家庭观众添啊 ！TVB 扎根香港52年，每一刻都带俾香港人快乐正能量。珍惜香港，发放娱乐。TVB 52年，11月19日星期二晚8点半，翡翠台。